就直董啊，為了保護我們在裏面參加的民眾，我們一起開聲筒好不好？開聲筒，開聲筒，開聲筒，這個是警察的風鎖線，什麼都要過。所作所為，他真的完全與民為敵，完全是即是當香港市民呢，我不知道他當香港市民是什麼，他完全是即是不覺得香港市民是的生命是重要的。我依家會決定走噶啦，大家都保住自己個人嘅安全，然之後就諗辦法離開，就喺之後睇下有咩方法可以再繼續爭取翻自己想要嘅嘢啦。提早啟動，港股一度跌超過500點，港元匯價跌至半年低位。灣仔同中西區學校今日停課一日，有多間學校嘅老師同學生響應教協嘅號召罷課罷教。我而家嚟自己。你去其他地方處理先，冇灣仔，冇金鐘，冇中環今日。我喺旺角過嚟噶，我已經塞曬車啊，根本上。就是因為佔中搞到而家咁亂。係阿 Connie， 係，我係周醫生，係啊係啊。咁啊，琴晚我哋講完都係決定唔好睇症啦，因為跟住嗰個情況唔係咁理想。同你睇放大鏡啊，影響好大啦。我哋工作就係維護民康嘅啫。香港唔係話。曼德拉時代的南非，亦都不是甘地時代的印度，我們有曬啲正當合法的途徑俾大家發表佢嘅意見，言論是自由的。我哋警方在冇其他選擇的情況之下，經過多次的勸喻，使用了適當的武力，而呢個武力咧，當時我哋認為咧係一個最低的武力。我哋睇唔到示威者咧有任何意图咧去伤害他人嘅身体，包括執法者。如果系咁样讲法咧，其实侮辱紧香港人智慧嘅。过去一日发生嘅事咧，我亦都完全明白咧，目前社会上嘅气氛咧，并不有利于我哋进行政改嘅咨询工作。
咁所以我哋會係審時度勢，再係揾一個更加適當嘅時機咧，我哋推出呢個第二階段嘅諮詢工作。我可以翻屋企梳洗之後，能夠繼續同學界、學民思潮、學聯以及香港市民繼續係並肩作戰。咁佢就衝向個十字路口度囉。我哋調查嘅時候嘅佢認為自己係喺個馬路上嗰行曬係冇問題嘅。而家我哋案件係作為駕駛處理。啊，多謝多謝多謝你咁支持我哋啊。人流我諗少咗半到啊。啊，同埋個營業額都係相對咯。啊，我40%至50%。大家可唔可以先坐低先？三哥，唔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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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佢反對叫佢落台啊，叫佢嗰啲嘢啊，講呢啲就得啦。大約分零鐘前就突然間有啪一聲，跟住就又跟住發現有隻雞蛋跌咗落地下咁樣。好不滿啊！你依家全部違法啊，做緊違法嘅嘢啊！我無聲抗議啊，拉佬嚟拉我哋啊！去要求梁振英下台，同埋要求中央政府去撤回人大决定咯。不同人有不同嘅政改理想方案，可以理解，但有普选一定比冇普选好。好有客就做唔到噶啦。大家齊齊死咯，點算啊？冇咩點算啊？係嘛？大家咪手停口停咯。有冇影響我哋嘅街坊？冇理由噶嘛，係咪先？民選唔係咁樣爭取噶嘛。我有兩檔閂咗門啊，你冇反啊？驚啊！由於好多主要嘅交通幹道已受示威人士堵塞一段頗長嘅時間，令到市民大眾日常生活、公共交通同埋緊急服務受到嚴重影響。我希望市民諒解咧，即係我哋而家做呢個工作咧，我哋唔係想破壞香港，所以咧希望大家都接受呢個短時間嘅干擾。
一來就是為了如果12號他沒有回應的話的行動升級而鋪戰，第二方面都是如果封了這邊，其實警方都沒有辦法繼續大量入來聲援，繼續進行清場行動，確保整個運動是可以繼續得以推進。我們香港的民生，很多人都在上班的，好人接你，今天他這樣搞梁振英政府啊，尚未搞到我的生活問題，但現在他們這班人在這裡搞下已經影響我的生活了。要民主就要付出一啲嘢咯，我覺得要理解佢哋。乘機博保。即係嗰邊警車一退，呢邊又有啲警員話要即係交更咁樣，住但係見到即係出咗去嘅警員又入翻嚟，同埋好多即係有防火標誌嘅桶啦，同埋即係一支長槍咁長到嘅槍啦，同埋好多唔同一代代嘅物資。咁我哋覺得呢啲即係都係警方嘅可能出去氣體啊，或者係即係橡膠子彈。啊，明啦。佢呢啲頭髮。如果我哋冇收落，我就係交通。必然係會引起全港市民對我哋嘅反彈，咁我哋呢五日嘅努力、黏液嘅汗水，將會冇曬。校長，校長，校長，校長。從各位我哋表達我哋嘅意願嘅時候，一定要保持你嘅冷靜，千祈唔好有衝動，可以有激情，因為咁樣係會破壞咗我哋整個運動嘅。我呢現在是委派林鄭月娥司長在短期內盡快用合適的方式和學聯的代表見面，我是不會辭職的。現場的同學同埋其他青年人咧，佢都係比較克制同埋理性嘅。我希望。你同唔同意遮打花園嘅運動係堵路而咁樣佔翻嚟啊？你係堵咗路咧？校長先係話克制冷靜。運動的成敗不是因為警方過不過釐清，不是因為共產黨，而是因為人民內部矛盾啊！這個是最難搞的。我出嚟有啲公務員，即係唔想俾啲人翻工，即係一種抗爭手段咯。如果即係冇呢啲咁嘅行動咧，即係會令到佢哋冇一種籌碼去同佢談判咯。喂喂，婆婆又去做咩啊？翻工啊？冇啊，婆婆啊，婆婆要食饭，你唔使食饭。系啊，你要俾我行，我要翻工。人就系呼吸，生存喺呼吸之间。啲铁马同埋呢啲系边位砌噶？好简单，好简单。嗱，无论你又好啦，即系得罪两句，或者学联又好，学民都好啦，都唔能够代表。当然啦。四方八面就涌咗一班人入嚟，就讲反对，就讲咗佢哋唔系讲，佢哋唔系讲中文噶，系讲国语噶。你阻住啲巴士行，阻巴士大部分都系基层市民。放心啊，就算真系呢个据点系真系失守咗，咁先算啦。咁啊，因为我哋市民知道。什麼叫做黑白，什麼叫做是非，踩單車踩成半米快跑，我們真的不想傷害到任何人，也都不想搞到香港好像分化這樣。打人都沒錯啊，六個人在大一，我前面180度的角度不斷就開始動手了，甚至開始有些人是箍頸的，
但係佢竟然係話我搞事，跟住我行開啦，我吞口啦。啊！你都放得走嘅，咁你執翻啲嚟做咩啊？縱容黑社會暴力襲擊他人，我要好嚴肅咁樣指出呢個嘅指控咧係唔公平、冇證據、罔顧事實嘅。警方重申咧，我哋係絕對唔會容忍任何牽涉黑社會嘅罪行與活動，定必全力打擊。政府縱容黑社會，甚至黑社會合作，這些指控完全是捏造事實，非常過分的指控。他們希望得出善意，但同樣我們看到他一手瓦手軟的時候，看到他縱容暴力發生的時候，我們是沒有辦法不跟他暫停對話。我有責任企出嚟去保護一啲比我年紀細嘅後生仔，或者係保護一啲嘅女性。你唔可以影響市民生活。我喺你前面頂住你唔俾你喐，我推開你，嚇你受傷就話我唔啱。呢一個係有另一個重要性喺度，嗰邊係金融，但係呢邊可能係一啲零售啊、商鋪啊等等。咁由唔同嘅角度去喚醒唔同人嘅留意咯，係。執翻曬垃圾桶走啊！阻街阻住大家嘅生活咧，本質就係一個錯誤嘅行為。而家最迫切嘅喺後日星期一。政府總部的出入通道必須恢復暢通，3000名政府人員可以順利上班服務市民，而中西區和灣仔區的道路不再堵塞，使所有學校可以在星期一復課。任何表達方法，自己的安全是為首要，我作為校長，作為一個家長，我自己都有仔女，大家最唔想、最唔想你見到我哋啲細路仔係受到傷害。前晚破亂，已經發咗通訊俾政府，收唔到啊！願意去進行談判，點解尋日仲要嚟搗亂？好驚，好擔心，係咪有啲人唔想見到我哋嘅代表？同政府去談判咧，我哋所針對嘅並非香港嘅公務員，所以我哋同學會同學校嘅同學都商議過，我哋覺得如果我哋能夠打開翻個通道俾公務員可以翻入去喺星期一辦公嘅時候，咁樣會令到。梁振英冇藉口去清場。現場人士是採取不合作的態度，亦都引致一些糾紛和衝突的事件發生。有群眾是向警方挑釁，以及向警方的防線推進。在場的警務人員已經是非常克制，務求是可以和平地處理的事件。最好就學生可以撤退，因為他們已經表達了他強烈的意見，全世界都聽到了。要解決問題呢，都不可以只靠長期的靜坐來解決。
今日呢個危機係未消失嘅，所以我最想希望同示威人士講，作為一個社會行動，係最重要係得到社會市民嘅支持。抗持日久，就只會逐漸令到呢個市民嘅支持咧，係會一路咁去削減，對成個運動係冇任何嘅好處。接下来